哇，太好啦，终于来到小镇了。正是，已经恭候您多时，我们为何会认识？请立刻带我去见国王。遵命。哇，终于 ，OK， 又来到逛城镇的时间。找好吃的东西去，又要吃。我想还是让这个人让我带路比较好。这一带的城市都还蛮大的。诶，OK， 晚安，拜拜喽。这个地方什么吃的也没有，干嘛吓人呢？
龙背还真多。帽子的怪物，说话总喜欢带上个野，这里场景还真够多的。哦，这里吗？我什么野？为什么要袭击布尔美西亚？哦哦，要被霸凌了。雷神护手。侥幸能逃到克雷拉来的人真是有几少数。弹奏镶嵌有魔法石的竖琴，或是跳起神圣舞蹈，把秘密讲给别人听。这里是有多少东西可以捡？去这里面看看。哦，看到 BB 了，我明明什么坏事都没做。
它哦。维生草，维生草。我刚按了什么？按太快。耀眼的明星都到哪里去了？西亚人一样，上一支拥有我们更好的延续了古人的舞蹈传统。稍微有点难，但好像都是大好人。上次有客人来访克雷拉，也是百年之前的事。你要买道具的话，这次倒是有一些，太好了。需要多一点道具。这不少东西，再把下面找看看。这边四条路，哇，这里是这里。下这一条，这里刚刚也来过。好了，那就基本上都走完一圈了。
下。因为我有看了点攻略，这边好像还有一个隐藏的东西要拿。哦，能拿的就尽量全拿吧。要返回大门口。哦，这里吗？肚子饿了耶，看起来很像冰淇淋。这是个给人添麻烦的家伙，他跟着一起下去。幸亏我平时也一直在锻炼。估计有敌人了，先装备一下。不久，现在只有两位而已。人形杀手，还有哪一个没练满？这个吗？28魔力，魔法防御13，力精力，装这个。之术技能上升，上升是这样，能更快学习技能。好，月的心得。防止进入沉默状态。目前此处暂不能通行，不过我向吉坦先生传达一条口信。要回旅店。
好了。何事如此慌张？有个小孩被蚁尸袭击，蚁尸？看来是 boss 啊，小 boss。真是克雷拉的这个些家伙，都什么时候还这么不慌不忙？好，先存个档。当然对自己有信心了。可是只有这两位伙伴要参战而已吗？蚁尸在哪里？这旁边有个孩子被蚁尸袭击啊，是这边吗？哦，我又回到这里。谁来救救我？这只看起来好像很强。把它甩出来。这怪物有点恶心。第一件事，偷东西，然后强力守护。二龙技嘛，雷劫之风是现在不需要用这个，倒药。这有时候会突然顿顿。李记绝望喷泉，这个能量释放好了。我的 BB， 我 BB 在这边，三级破吧。是我伤害用太高了。但是你究竟是怎么？听说你在离开布尔美西亚之后就一直下落不明，也差不多了。
是个自以为是的孩子，一比隔壁他可爱。距离在下离开布尔美西亚之后一个月，奥克王子也离开，这么说来也只有五年。开始跳舞了，这是踢踏舞吗？连弗雷亚又在跳。旋断的，不祥之兆，凶兆。哦，完了完了，结界断掉。又跳回公主这了。是否会认真听我说话呢？
说起啊，母亲大人举止是从何时变得奇怪起来？我去年的生日。会不会和那个人有什么关系？那确实是从那天开始，母亲大人举止变得奇怪了些起来。怎么骂出话了呢？他靠，什么意思？大人，你到底是去哪儿？妈妈为你担心的，每天都睡不着觉，整天看看你这种妈妈也够恶心。想要王国毁灭，亨利三德利亚。这里要选什么嘞？不相信，行进安奈。那我也加入这出戏的演出怎么样？干什么？变睡美人了吗？这个不听话的死丫头。抽取加里特体内的召唤兽。对，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没用召唤兽。终于满16岁了。加里特公主的召唤兽终于可以抽出来了。又有选项，这要选哪一个？没错，一定是不知道他干的。早点见到小刀要紧，
第二个好了。哦，可以控制到了。站的位置好像不一样。强力恢复剂一袋不死鸟贼。应该还有东西可以拿。这是持有某种邪恶力量的什么人搞的鬼？玉道士，哦，原来是这东西。Parker，Richard Parker。剑是不是那个时代的阿龙也有月的新的木棉之术第二六Wait.